我最近结交了一些电竞圈的朋友，各种拿过世界冠军的大神。什么游戏？就是各种游戏界，对，狼人杀的有，然后电竞的有，就是游戏的有。狼人杀也有，狼王之类的吧。我觉得狼王，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些人你知道吗？狼王，哎，我那天跟他们聊了一下，我说让他们帮我发展一下我游戏界的经济，狼王，让他们捧我在游戏圈出名。狼王是玩狼人杀吗？对呀、啊，咱什么时候玩一把？你要跟他玩吗？那肯定是找死了。就默不作声。我其实不是很擅长玩狼人杀，就玩吧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之前玩狼人杀的时候，就是大家会就拿到，因为写在脸上，对对对，面狮子头，就是别人只要拿到牌，只要先看我就大概就猜出来这个局面是什么样子了，你知道？所以我就是那个人。